11月9日，贺军翔小美以低胸性感的针织衫亮相电影《战神世纪》首映式，引来台下闪光灯无数。小美更是夸赞《战神世纪》很好看，称这不仅是史诗大片，自己对宙斯这个角色也颇有兴趣。贺军翔小美今天的性感低胸针织衫引来了无数眼球，让人不禁想到是不是为了宣传写真书。小美表示最近自己也有在健身，衣服是公司为自己准备的，但过后就会换回自己的衣服。因为其实公司衣服是公司帮我准备的，然后公司突然拿给我这件衣服的时候，我就说哇塞，你只是看个电影嘛，为什么要露这么低的低胸？结果后来因为公司说，因为最近你有练身材嘛，所以刚好男主角的身材也这么好，他说那你就干脆配合电影的一个感觉，然后露一下这样。近日有报道称小美今年的收入十分可观，对此小美称如果真是这样自己也会很开心。原来小美的收入一直由妈妈打理，每个月都会从妈妈那里领到一定的钱。有啊，妈妈还是每个月固定给我零用钱，因为其实我不太懂理财，因为其实比方说房地产啊跟一些基金啊都是妈妈帮忙管理投资，那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我的工作做好。对啊，那其实赚了多少钱妈妈也不会跟我说，哎，你今年特别赚了多少钱，可是会跟我说，哎，你今年好像比较多，就会这样跟我讲。所以你不会想